今天十月二号，总共第二个，这个是初中的一个初一的一个男孩子，刚才是一个高二的一个女孩子。那这个就是从里边拿出来的一个指甲啊，很大的一颗啊。这是一侧啊，这是一侧，这边还有一个，我们再把这边的拿掉。不疼吧？嗯，比你自己挖好多了哦。啊，我自己不要挖。再给妈妈看一下啊。不能急，不能躁，这是细活啊，慢工出细活。一急一躁，它就拿不出来，留在里面还不好弄。啊，这个指甲就清理干净了啊，这个指甲就是更严重了啊，来往这边拿，你看一下，这个指甲就更严重，你看这边已经翻转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里面更严重，等。